居然，这是什么鬼？那个是电的电呢，是吧？啊？对，先把电给关了。这个像是一个能源传导设施，估计是为了最后一个信号发射器准备的。这里的一切都带电。情况不对劲，我们早该看到异人族了才对。想想这座监狱的戒严标准有多高，先锋科技不会轻易把他们放走的。我们应该要先确认先锋科技有没有给他们灌催眠毒气。托尼，请顾虑一下别人的感受。说的对，对不起，卡玛拉。不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得阻止信号的发射。交给我了，你们掩护我就好。队长，你当时不在，没有听见那些证词，那些痛苦，一个人不应该活得那么痛苦的。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是一致的。为什么的技能点有两点。行，赶紧加一下。你觉得是普攻怎么样？普攻这边，起跑时加一个，还是说盾这边？有没有大招一点？发射时在盾牌返回时按 RT 键。这可是你不会。我都搞成了盾。我见识过当权者掌握生杀大权是什么样子的模式，我不会让历史重演。那么，就别让我们再经历一场 A 日的血过了。我们压根没经历过 A 日，不受限制。这是个问题。寻找故障安全开关，先锋科技总有需要关闭设备进行维修的时候。我快到了。耶、yeah. 哦哟大头在这边。哇，小心点队长，我在那座塔里接收到奇怪的电磁信号。可能没那么简单。我去，这么难打？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队长。我这忙完就去找你。得让这些家伙变成尸体才能共济。啊！我那刚那大招。我在帮黑寡妇揍人。那就把注意力放在揍人上，孩子。哎，哦，好。我会尽力的。再打。哎，躲躲。走。想打我。我想我们找到他们关押异人族的地方了。我们得马上去中间的那栋建筑。我这里很忙。哎，我掉下去。我去，我已经让贾维斯计算了让大家离开这里的最快方法了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是我很久之前就应该干的。不错，托尼，记得告诉布鲁斯我成熟了那么一秒。你把气氛给毁完了。不要掉下去，再来呀。这就是我们叫复仇者的原因。后面了解他们。哇，厉害了吧。哇，厉害了，加了 buff 了。这个热能信号怎么？还有谁？哦，你可以跳吗？我好像没有这么厉害。这怎么办？这玩意怎么办？他这样。也不知道。上面，对。设法抵达对面。哎，住吧，冲啊！冲，多按几下。太。
是个跑酷英雄。对，是的。接下来怎么走？王八蛋，太难了。这个能不能上去呀？总有什么东西让它启动。不是，你直接通过那个上去吗？咱们要把技能先提，装备提升一下。装备先提升。不够。这都是精良。那你这个原来那个呢？这个吧。你都18了，那这些肯定要拆掉。威力我也上来了，但这个是最大威力了已经。咋走啊？显然不是这个，研究研究啊。